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荒漠甘泉，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马太福音18:3。小孩子是世上最富依赖性的，他所有的接济都是在他父母的爱里。他只会啼哭。如果我们把他的话翻出来，就是说，妈妈呀，洗净我，我不能洗净我自己。妈妈呀，给我衣服穿，我赤着身体不能自己穿衣服。妈妈呀，喂养我，我不能喂养我自己。妈妈呀，带领我，我不能走路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是说，我们应当站在无依无靠的地位上，来到耶稣面前，说，主耶稣啊，洗净我，给我衣服穿，喂养我，带领我，拯救我，主，不然我灭亡了。